Ask Memory 啊，是一款奇幻风格的 RPG 手机游戏。这是一个被世界遗忘的主角，为了取回自身存在而踏上旅途的故事。游戏中部分角色可以使用名为迪纳米斯的特殊能力，使用后会召唤替身，能够在一回合内使用复数指令。玩家在进行游戏时，有机会获得一般人物和迪纳米斯使者这两种类型的角色。主线剧情必须使用迪纳米斯使者来攻略，远征则只能派出一般人物，而两种都能使用的就是游戏的主打玩法工会战啦。每天有三个时段可以参加工会战，建议玩家可以依照参加的时段来选择适合的工会。工会战斗为线上即时制，要是不快点上线，可是会白白被打的哦。打倒敌方工会守护兽就可以获得一次胜利，连续赢下两回合就可以结束工会战啦。赶快找个尬意的工会和伙伴们一起在战斗中抓住胜利吧。